300年前，本上神经历情劫，丢了双眼睛在这。今日想起来，便特意过来取。我与夜华情投意合，生下孩子，你就从这诛仙台上跳下去，回你该回的地方吧。弯还是本上神替你弯？我的眼睛放在你那儿放了300年，怎么就变成你的东西了？